好啦，咁今次就講一講 UBiQUIO 嘅503G 裏面嘅 software 系統啦。咁系統方面都係行翻呢個 Windows Mobile 6.0 啦。咁其實應該都會跟01嘅情況一樣啦。咁中文啊、繁體、簡體、英文版甚至日文版都可能會推出噶啦呢個系統。咁主要界面佢就會一個 Wireless 嘅資料啦，例如啦。邊個台啊？有冇開到 WiFi 啊、藍牙等等？咁本身呢部機我就加咗個 C Star 入去啦。咁裡面嚟講，咁其實佢都會有一啲嘅網絡商嘅設定咯。咁同埋就係話特別一提就係話呢個World Cup Mobile 啦，咁都係用嚟影一啲嘅卡片，方便你輸入嗰啲卡片嘅資料嘅。咁般嘅例如Voice 嘅 Speed Dial 啊等等。Internet sharing 啊，咁佢 Java 就可能比較大家陌生啲嘅，咁就唔係大家可能用開之前嘅幾款嘅，咁另一隻咁反應都相當之快嘅。哇，咁鏡頭方面咧，咁就可以用後面或者係前面嘅鏡頭可以調整出嚟，咁好簡單喺度撳一撳，咁咪影翻自己噶啦。咁你而家咁樣 OK。I'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.咁大家可能會擔心嗰啲軟件會唔會佔兼容啦？咁當然啦 ，Windows Mobile 6.0已經有呢個 MSN Live 啦。咁但可能一啲軟件，例如聊天軟件 Skype 啊，或者係啲 QQ， 咁其實喺上面用唔到咧。咁其實都試用過係正常可以使用嘅，冇問題嘅。咁例如你係一啲嘅 Java 軟件咧，其實都冇問題嘅，可以使用。咁例如而家咧，其實視頻影像嘅其他嘅仲有一種聊天軟件，可能都得好熟悉噶啦。咁其實係完全冇問題嘅，都係可以正常使用嘅。咁 Office 裏面咧，咁其實某部分嘅牌子嘅機咁就將啲面抽起咗嘅。咁最基本嘅 Word 啦、Excel 等等都會喺呢度嘅。我已經習慣咁其實可以咁樣打字啦，因為手機可能其中一個好多人購買嘅考慮就係一個 keyboard 嘅，即係本身 keyboard 嚟講咧，咁可能會影響你可能好多文字嘅輸入啦，好多英文嘅復讀等等，或者好多 SMS 嘅，咁如果 keyboard 打字嚟講就幾舒服嘅，完全冇問題。我咁樣我先打字啦。再美丽预备爱之家，苦恋注定难，我却这样贪，绵绵情话中淡淡的感叹，喜欢这负担，好难好人家，何世为你共我苦恋。不過大家都睇到嘅，咁其實打字就冇問題嘅，無論你打中文啊、英文都冇問題嘅 ，OK。咁因為本身都有3G網啦，咁一般嘅上網速度都 OK 嘅，即係唔會話去到啲機嘅極限啊，而會自動熄咗 HSDPA， 咁佢就唔會嘅。咁你本身都係用開 notebook 啊或者電腦 ，OK 冇暫時性冇寬頻上網。咁呢啲一出嚟就幫到手咯。咁呢個都係大致上嘅其他 Windows 6.0一樣嘅。咁其他方面就應該差唔多啦。咁希望呢一部503G會比較適合大家使用啦。咁其實我哋本身嘅網站都會有兩多文字或者圖片上面嘅介紹嘅。咁都係歡迎大家喺上面討論，咁去查詢。